有，没有前男友，还是因为下个问题，那就是小问题的啊。这个谁来？平时谁来给你服务？那个平时谁来服务？对，客服提过来，你发的吗？啊。知道，你知道就是这个，把你出现问题之后怎么样告诉他？下了，告诉他，就是。